那这样，既然这样，我们赶紧来看一哥带来的他的第一件宝贝。那我们就不用了，好不好？还是要看啦。你带来一个好东西，我们说在你房间里面的。你这个是那先看这个。他说衣橱旁边。这个是人家送我的，这是也是对，这静一兄是放在家里面就挡那个门呐、啊，门的转就跑到外面。我以为是当书正的啊，正直。但是这个我们也看一下哈，这个造型哦。这个造型像不像？这个兽是不是叫吃什么？吃虎。吃虎。哎，吃虎。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吃虎呢？哈，在周的时候哈，一种吉祥兽叫吃龙，但是这个一到了汉的时候，才有了这个东西。所以它很古的东西，很早的。汉朝的造型，哈，你看它有两个角，哦，还有两个翅膀。哦，光以造型来讲啊，是它朝代不一样，它的。你这个，你这个如果是真正的老东西，对，你都这一辈子你不用做了。如果它是真的真老东西，我要把这是真的，我马上送给你，我会二话不说。真的，你讲的真的，你讲的真的啦。如果真的是汉。带的东西，这个一哥你就要送给冰姐。只要是汉朝，我就送给你，但宋朝就没办法了哈，先讲好。但汉朝得真东西，汉朝的假石头。您怎么会有这个？就是朋友啦，朋友，因为当初是有一个女生啊，一个女歌迷很喜欢我，哎，她叫我陪她干嘛，我就不愿意，然后她说那我送你一个东西，我就勉为其难了。勉为其难，那你有没有送她回礼什么？比如说送她一首歌什么？因为听说你都会用歌把妹啊，送身体，她就不要啊。有，后来我陪她了，我陪她睡一晚上，陪她吃饭，陪她吃个饭。这是一个和田玉的哈，这个。吃虎，这只虎的造型唯一的就是缺点，哎，就是比较扁平。OK， 那我这里仔细看了哈，这个上面这个是一层沁色包浆，包浆，这个包浆是沁色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曾经入土过。哇，什么陪葬？哎，哪有皇上还是贵人？不是皇上，一般都是贵族。贵族，这个尤其是。汉的时候呢，有非常多的贵族喜欢佩戴玉，或者是盘玉，拿到手上盘玉就是磨，哎，盘玉啊，那秋悠悠和一路金，是，所以这个这种玉呢，就会是汉朝人应该讲说。读书人呐、啊，这些人喜欢带在身上，所以他是汉朝的吗？照这个要鉴驾完才能告诉你。不是他讲的这个雕这个造型，现在看起来这个包浆应该是汉朝的，还好。但会不会是真的？我刚刚是说宋朝才送给你们哦。没有，大家倒带是汉朝。只要是汉朝，我就送给你，但宋朝就没办法了哈，先讲好。Okay. 那这个是和田玉。和田玉，和田玉在现在是贵重的还是不贵重的？和田玉是一种软玉，跟我们翡翠、硬玉是不一样的哈。然后再来，和田玉好的和田玉比较少，因为和田玉的矿脉有5000多公里，一直到哈萨克啦，到俄罗斯，到阿富汗都有和田玉。那好的和田玉比较少。我们来看这个吉祥物哈，它的这个整体的造型会不会是真的？东汉或者西汉的东西呢？哇，这样冰冰姐就赚到了。这真货的话，吃虎就被冰冰姐带回家。那就我刚讲的不算嘛，那有什么稀奇？收回是不是？要相信我们先来鉴价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再仔细讲一下。来，请鉴价，300000元。这是讲的这么伟大。才30万，这是因为他要赚一点嘛，高价的，这是应该是哈，这个在前清的时候，清朝的时候的一个应该仿古的，仿的和田玉，那就可以留。你看这个造型哈，这个造型不够生动。哎，那这以后买东西要记得，只要是猫科动物，你要买老虎、买什么，气势的一定要拱起来的。哎，那像人说买财神爷那个木雕啊，一般有的是裤子都穿起来看不到大肚子那个肚脐。有人说一定要看到肚脐的，看到肚脐叫五宅呀，或者宅呀，这叫五宅呀。我不觉得那个木头可以带给人家的财富，我觉得人可以带给人家财富。是一个人哈有爱心的人，有慈悲心的人，
他就能够带来财富，就像您这样，我听到赚更多钱，看我，看看我，看看我，多吸一点财气。冰冰姐照顾老艺人哈，这是我看了十几年了哦，照顾老艺人这一份菩萨心，他现在眼光很准，他看准哪一个，他就对他下手，希望他能帮忙他，能帮忙他就，因为你要是世人不明，你随便找一个阿妈阿狗，他没用啊。啊，对对对，眼光是很重要的。但过程其实这么久以来，我帮了很多人，过程难免也有被反扒，也都有，都有了。被老的、被小的都有。但我觉得能台语讲一句话，伊者甘愿受。是是是，不用回报。倒打一耙的，大概他们本身也都不会。所以接下来要不要考虑要签一哥啊？一个还是你只一个三十岁一颗很难搞定，哎，这一首歌请他好好帮我搞定，搞得动，他相信我，愿意一直跟着我们来，那也就是我们的这就是咱的小命。然后那个我已经被洗脑，我也唱了。那个宣传一直打电话，一个我跟你讲，什么时候录音，什么时候我后你卖还了，好讨厌，我最讨厌打歌，我从来没打歌。你们公司有一个打麻将的节目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他大神呢。啊，我去那边干什么啊？我干嘛要打麻将？我已经不要打麻将了。不是啊，叫他们。然后大概不像我们今天两个可以他妈小兵去那边打半天，都帮他做节目，然后那个通告费也很少。你跟你边打边唱，哪有？我去那里我也唱了。不是，我怕我去又那个徐那里又被我骂，因为我常常骂他。是，因为赶快下一个。